据共同社12月11日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10日透露，关于陆上部署型导弹拦截系统、陆基宙斯盾系统，日本政府已朝着对部署至陆上自卫队新屋演习场计划进行修改的方向展开调整。当地对设施靠近住宅密集区的批评，以及针对事前调查多次出错的防卫省的反对意见根深蒂固。日本政府已倾向于做出难以获得理解这一罕见判断。日本政府围绕甄选候选地陷入混乱的状况变得鲜明，原计划最早2025年的部署时间有可能延后。报道称，关于新的部署地，据悉将以在选定新屋演习场的过程中出现的包含秋田县内的其他19处地址为中心展开讨论。在当地，由于陆基宙斯盾的雷达设施设置场所离住宅区仅700米，民众担忧雷达波对人体影响的情绪扩大。鉴于防卫省草率的事前调查，认为以新屋演习场为前提的根深蒂固的反对意见涌出，